Chelsea Market， 然后我们买了一个 taco。Chelsea Market 我最爱吃的是 fried man chicken waffle， 但是 Conny 想吃 taco， 所以我们就吃 taco。都吃，都吃吗？哪里？这么荣幸。性感的、啊，好纯吗？有性感的哦，安杰加球力，好啦。那个是辣蜂蜜啊，就是甜的，然后有点甜咸蜂蜜。甜咸蜂蜜。那再快看一下我们。耶！我们是天鹅湖。天鹅。好嗨哦！天哪！拍你，拍你。淑女哎。拍照哦，好甜哦，是莓果哎，真的、哦，是蔓越莓哎。我问你，看粉红色的胖丁，今天收服胖丁，唱歌那个吗？胖丁被挤在那个，好了，胖丁被挤在宝贝球里面，变成汁了，挤太久。这个地方呢是很多国旗的一个地方。台风来了吗？你看这国旗，风好大。主播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国际的，请站稳，记得请站稳。国际的一个感觉，等下这是一个国际的感觉，可是这到底是哪里呢？Rockefeller 哦，好，这个是 Rockefeller Center。那我们现在的任务呢，就是来找找看台湾的国旗有没有在这里。总之我费尽心思没有找到台湾的国旗，居居哭哭。来跳舞。哇，刚刚天空为你作乐。我跳个舞，天空为我打雷。我这是奇遇啊，我这人是不是？你说说。是老天爱你，老天爱我，老天就是要我当雷神索尔。老天嫉妒你，所以想把雷用雷劈死你。没有啊，我是雷神索尔，是我要劈用雷劈死，就是没有订阅我频道的人。哦，因为我是雷神索尔，轰隆隆。这有口香糖啦，超恶的，这里也有一根口香糖啦，好恶心哦！你这嬉皮笑脸，我不要，我刚刚觉得很浪漫，的妈呀！我下面给你吃好不好？你的下面就长得跟这一样。对啊，就是我下面呢、啊，下面条给你吃、啊。那我们下面给你吃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情色的这个生殖器官。是你的下面吗？那我们看看你的下面长怎样。天哪，就长这样吗？就长这样。一个盒子的感觉。哇，小鸡鸡哎，好多。而且这个蛋蛋看起来很大。好多，你的爱对不对？而且这有洞，感觉很有嚼劲。听，天空是绵绵的糖，就算它是。哇哦，笑一笑。大不了
只美女正在观看夜景，内心想着的是什么呢？鼻屎大不大坨？哎呀，你不要弄啦！然后这边呢、啊，我很想要吟一首诗。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这就是我现在很想吟的一首诗。中间这个是什么大厦 ？Empire 帝国大厦。Empire State 帝国大厦被炸的那个吗？不是，我们这栋才是被炸的。